你刚刚讲我一个动作，一个鼠标这手啊，咱只扎，甲外口老师咧教，咱有。我跟你讲啊，人咧讲，敢若外口咧买物件，我一分钱一分货啊，对无？你较效用较差的物件，当然较俗嘛。效用较好的物件是迄个品质较会较贵。同样这种法术的仪式，你做的较简单咧，一点收效的效果就是比较简单的。你的程序越繁杂越隆重，你的效果越一样的道理。啊，咱即摆先来介绍哦，收金哦，收件。收件哦，咱要收件一定是讲，咱一定有魂去惊着，人有去惊着，或者是魂有叫走着，咱才想讲要收件的方式。哦，但是一般外口有咧做啊，是魂收回来了，他只有一个收金的动作，收回来了就好。但是你也知影。咱收回来，咱若去惊着有魂走去，有魂会走去，受到惊吓，魂会跑掉。跑掉，你甲收回来了，这条魂有没有受伤？第一个有没有受伤？第二个，这条魂收回来了，有去卡着无清气无？你甲收回来了，这条魂可能带着一条无清气的魂，甲你共齐入来，对不对？所以讲，有诶外口诶收件方式是只负责收金而已，就是甲你诶魂收回来，出来不管。咱即下咧做收件是无同啊，我甲你个魂收回来了，佮甲你，你即条魂甲你整个清，你有你卡着啥物物件是，也是无清气吼，我甲你整个清，了后再佮甲你即条魂佮甲你安定，佮甲你压到内底，互你袂互人走，外口物件佮袂再不灵啦。所以是即个做法是一举三得，哦，外口个收件做法就甲你负责甲你收回来个啦，所以我不管啦，不管收回来好歹，不管，但是咱要知影哦。收件甲魂收回来了后，迄条魂若去卡着无清气，是对你嘛？啊，你听无？本来你是甲惊着魂走尔，失神尔，结果收回来了后，较好啊，歹势，煞带着无清气来，煞变做卡音，来就食啦。本来是收件变卡音，哦，无共啊，所以讲，哦，收件还收件，收件是把魂收回来，叫做收件，卡音不是收件。卡因是属于这种的一种，所以讲收件是干无造孽魂收的，叫收件嘛，收魂的啦。但一收回来魂，它如果不干净或者受伤了怎么办？收回来了，我是直接给你收回来，怎样？你收回来无清气，是卡上面我不管。结果无收无，但收在做卡啊，会有害。哦，所以讲哦，咱今仔要讲收金是包括哦，整个处理的程序完了，不只把你的魂收回来，还把你的魂清的干干净净。再把你的魂哦，整个压在里面，让它不会随便跑掉，外来魂也不能随便进来啊。这是一套程序的。人原有灵魂十二条了哈，一条在天庭，一条记在地府，本身现有十二条，称为三魂七。本身有十条，称为三魂七。我讲一条，一些什么？一些哦，它不是灵魂十二条啊，它是魂跟魄全部都算起来啊，一起哦。过来，那无论成人或小孩，一生中多多少少都会因某些原因或某事而被惊吓到，甚至严重者还会重伤，此为精神上的损失及失魂落魄。其显现在额头或眼尾上，便会有明显的青筋出现，或重伤后的带黑现象。哦，即马讲到这只讲到一个例子哈，咱这个学生哈，这个学生他不一样哦，他是。他如果你付出的是红色的东西，你如果是重煞重邪收金的，惊的这样子福气金，你浮现红色的，你以卦来讲，朱雀如果官是红，红色的东西都是跟半卦有关系。这个上面有浮现的黑的、青的哦，东西一惊就刷掉，一下更红。你那不会是红色，很明显，而且有些红到几乎要透明那种，那个都。半五万，这是这两天才浮现的呀。还没收啊？有可能啊，哪里知道？其实哦，有可能就知影讲要收啊，他已经有在动，你知影？因为我是两礼拜前才讲要甲处理这个半五万，所以有可能讲哦，听到知影讲，咱咧讲，我们在讲那种东西也听得到。那你讲那种东西一定听不到，有可能就是我讲两礼拜前跟你讲要处理啦，下上礼拜讲要处理这個，
这种办法啊，然后他一定有听到在浮动或怎样哦，也很难讲。哎，这个那来讲，脸上只要出现青筋、红筋、红色的血丝，或者是眼中会出现红色的血丝，或者黑色的点，那个都要注意什么？跟一家的刷点，也就是这种办法那种关系。好、哦，还有且没有下面相跟。眼白的地方，啊，我且下个叫什么症？哪里浮现什么东西？眼睛里面有什么东西？是哪种现象？啊，哎，我且下哦。啊，囡仔上明显，你个看，两三岁的小孩子，真一惊就是哦，我叫都青筋浮现，你做明显的嘛？啊，囡仔都看到这清楚，啊，一般来说叫下哦，青色的哦，一般拢是一惊的。那重伤都带黑色的，重伤都带黑色的，而且看两边哦，斑凹，哦，嗯，啊，为什么都出现在印堂这个地方比较多？这个印堂的地方如果是也都斑凹一样，你猜？很大结束的，有一点凹的，很大结束。所以你看，为什么都出现在印堂？印堂的地方可以展现那一个人本身整个的。是哦，我说你去看一下。对，眼眶四周啦，尤其是印堂的地方，眼眶四周都算，尤其是印堂这个地方。印堂就是那里干嘛讲嘛，好像是这样的。这种毛病哦，咱去惊着去刷着哦，去惊着去刷着，去中着是啊，去用办法。你刚才去看医生，拢讲毛病，我查不出病因。咱前刚有去讲着，我讲要去排查。处理一个查某囡仔，都加七岁吼，要做个尿失禁吼，歹势是七岁，今年高中二年级，十七岁，今年高中二年级十七岁，即摆要吼尿失禁打，拢爱包住啊。结果我昨日去，登牛毕业神坛，开坛了，神坛上个胡子挂，啊挂，四尺腾蛇。藤蛇山一流，藤蛇山万德，变个金卡印，啊有金啊，啊我想到总统应该是82年的时候，那有七年，就是他的三回一定卡印。好，你这样说，这样说呢？藤蛇关四十有金藤蛇关，那是几时期的？对啊，怎么样？82年的时候。一般来讲哦，啊，我去去去去咧，那块做明显就是下阴嘛。啊，我甲讲有一段时间啦，哦。啊，伊就是啊，毛病拢出来嘛。到即摆17岁啊，拢袂好啊。冻害水。哦。啊，冻你要讲冻害水，害水是啥？泌尿系统嘛，变尿，这无会讲啊。啊。我昨有诶两张有互伊啦，两张迄落亚萨，就是张迄前进，张迄地心。结果我讲吼，这个应该不严重，我讲来处理看看，应该还有机会啦。但是因为已经17年尿失禁，因为先甲治疗了吼，他的尿失禁看可能会慢慢改善啦。啊，今仔就敲电话讲要带伊早点嘛，礼拜六，我明仔就帮伊带。伊讲暂定礼拜六啦，但是要看他女儿有没有补习。高二如果没有就带下来，我直接在处理。哦，这个是哪里讲？哦，他17岁还在尿失禁，那板桥从板桥带下来，哦，这个是哪里？啊，所以讲这种的啊，结果吼，全省的大小医院全部都走过，长庚、林口长庚、台北荣总、台大医院，都反正大病医院去跑，拢讲无毛病，完全没有毛病。公庙也走过，啊，搁公庙搁行出一间诶，加公庙有迄落人心灵降来，甲讲，这囡仔是去卡流音，加这种诶，心灵降来有讲这卡流音对啦，还是嘛无甲处理，无在了处理，是啦处理，甲即卖心灵降来有讲去卡流音啦，迄个天气不听见，啊所以无在处理，甲即下处理，无啊我着讲，我处理看嘛，应该还有机会，我无可能甲讲肯定啦，因为17度来讲，我处理看看应该有机会，因为这等神。弱嘛，还有机会帮我处理看卖，反正都哦，已经安尼啊，啊过来，先不用，因为卡疼神嘛，他先不用不用病，
我身体也是特别白，讲袂错。医生叫医生话，医生讲迄无病，已经皮肤都生出来啊，讲无病，差不多骨骼啊，查某囡仔骨骼生啊规个。结果伊老母甲讲，安怎生啊咧？甲讲安怎生啊咧？都叫咩？因为自卑嘛。十七岁啊，应该交男朋友就叫自卑啊，所以甲伊老母咩？哎，就讲卡啊规个，啊医生检查来讲没有病，哎、欸、生啊规个，一看就知影讲没有病啊，有影啦。那个是安尼。唔知啊，我因为我无看到啊，无看到，唔知个。好、哦，所以那个你讲哦，这个时候无论去看医生或者服药，大都找不出病因，也治不好。哦，就是像常我咧讲，迄个十七岁找不出病因啊。医生大医院，国内主要的医院拢看看，看到哪拢无好啊。啊，而且唔是干无啊，找无病因。咱会记哩吼。我们只要找不出病因，大医院用科学方法找不出病因的那种病因，就要知影啊是什么病，因果病啊，阿伯去看伊咧。我相信他是因果病啊，爱讲话的，讲话问题，伊就讲啊，玄武啊，爱问讲话问题，做生意，叫你讲吼，伊的讲话问题，我昨下讲伊的讲话问题，伊无法度处理啊，伊讲话想要个青菜。啊！你找不出病因啊，像这种找不出病因，阿伟哦，精神虚脱。啊，来囡仔哦，囡仔佫较厉害。中昼以后，中昼以后哦，晚间哦，可能还会发烧。最明显的症状就是啊，夜暗时啊哦，吵啦、闹啦，安尼哭到足难调的。啊，睡眠不稳定啊，拢会做作用啊。啊嘛，拢会困起时啊，困起时啊，哭哭暗时啊，哦，做者囡仔叫。哦，够容易，不让无法照顾起来那个。这个时阵，你若知影，像这种哦，大医院连大医院都找不出病因的这种，只能靠啥？那一块法术来处理，靠法术来处理。哦，这时候如果用符法咒语来稳定其精神，然后就医时要变成达到复原的目的。而所谓收惊压煞火，就是在这种状况下产生出来的。今仔伊要食大便宜药啊，要食大便宜药啊，伊咧回血啊，咧个尿失禁，伊啊先去卡医先处理了了，再去食药一点。哦，恁都有来拢知影，所以他身上有长一堆哦，先去卡这边啊，生到骨骼拢是哦，女孩子哦，生到安尼，啊，过来尿失禁，大便拢检查无便宜嘛，但是乎你伊要甲处理了了，大便就检查出绝对检查出病啦，唔知咧病啦。所以说，以咱广华立场来讲，先治因的再处理，再吃药，对吧？啊，伊咧关鬼疼蛇，就是表示北龙卡心啦、啊，北龙卡心啦、啊。啊，所以是疼蛇要先治，不要再讲大病医啦，这个不用啦。哦，所以我比较意思说，先给你处理咧，先医咪甲挂号了，伊这就治了啦。哦，就治了。所以，因这边较相信这個，啊，我们讲啥物啊？因老母束手无策啊。就是我这个囡仔以前就安尼，啊，咱我嘛甲讲啊，你出来我甲你处理，啊，早有共我爱讲，我讲咩，我甲你做，我甲你做免钱环境，对吧？因为咱这种是咧做公益，伊囡仔有这种情，迄个囡仔十七岁啊，无这以后咩啊，嫁啊，你要嫁嫁哦，困难啦。迄个生到过个尿失禁，这种嫁啊，你要嫁，啊，过来自卑咧，啊，以后唔知变哪唔知啊，对唔？啊，咱就甲讲啊，你先处理啦，处理了之后才怕什么呢？我就甲讲，不一定爱死，我就是吼，是讲你这个意思啊，另外先去处理，就来做公平啊。啊，伊就讲这个办法啦，原则上明早点啦。我要讲这个事情啦，我先处理一下。啊，紧张的处理看嘛呀。但是你也知影，我若处理袂了，就找他的问题。我刚刚讲起来，我那边很多，那边很多。这是啊，就是陈方玉跟罗昌明，这两个都不客气。这这让咱，这让咱就做，等于我这例子都要对，我要对。所以讲，我们在处理这个，就是要处理到真的疑难杂症
哦，我相信以这个来讲，你私密运动的绝对没问题，都没问题。那我们里面太多这种东西。因为这都疑难杂症啊，疑难杂症。啊，像这个哦，咱就讲咱这里敢做口服，哦，都做口服。所以说，伊咧讲唔讲哦，这个多少，我讲外地的先做啦，对不对？孩子，伊咱敢做口服，敢去，不然这女孩子真一星期下来，不是，老师，你帮他做这个，你不是要当一些因果吗？像我输的处理是他自己去还这个因果。无啦，这处理了了，叫伊去安那去写，去写写什么？去写这外地，因为他这个不是很重要。你如果卡得严重，会影响到他的生命或怎样，这就要因果关系，都要先去啊，城隍庙还是去天公庙，先去挂龟去做同意。像这种的还好，这不是很严重的，然后那要处理了，你再写就好了。啊，啊，其实咱学这吼，咱今天学这其实吼，你讲我的职业吼，我学这我定在咧搞处理一挂吼。因为啥？因为真的很困难的吼。我拢讲，伊拢讲啊，老师这话事情，我拢讲先处理才拍，先处理了再讲。像顶下有八字的学生，迄个康明敏啊，讲有一个讲得癌症来讲，讲差不多第三期了，还讲哈看了都没有用啊。我讲买伊，我讲来我处理看买啊，癌症第三期我没处理的，我嘛叫处理。我讲我处理不一定会行啊，但是我尽量啊，反正都已经第三期了，我已经无救啊，我死马当活马医嘛，恁做些学生有听明白吼？啊，如果可以的话，哦，那就至少有救一个。哎，有那么多话题是吧？那学生他明明有那么多话题，我跟你讲，处理也给他怕什么？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做功课，就是这样。啊，处理也给了，因为大家这样，大家环境，那么反正他就是有这种现在，那种情况的帮学这个也是在帮的，但是他为什么不盖小孩？他不盖小孩，我们怎么办？因为我们有这个心要做，啊，所以那底下有这也是在是做成功的。一般而言人受到惊吓或卡到一都必须收筋啊。那修炼的方法有很多种，有香收、笔收、指收、米收、金指收等等啊。做几种的吼，咱咧修炼有做几种，有诶就是吼，像咱咧三丈油擦起吼，伊来即人家着三丈油片，咱咧甲收啊，水注意甲收，嘛有啊。啊，无有这個，咱咧讲的这边，吼，咱咧维护跩伊嘛使，吼，就甲收，先去甲维护甲收，嘛有。啊，无有金跩点火了，甲钱甲收的嘛，吼。要念那个收金咒。都有在后边。啊，嘛有吼米盘收，吼米盘啦，吼米盘，足侪种的吼。啊，咱今仔吼，即个家己吼。香收跟笔收哦，纸收哦，金纸收，这是感觉的。因为哦，那种有机关买到收啊，哦，机关买到收哦，啊，加会加的，啊，米盘收哦，咱买加的。这几种收的收金的方法，只是说动作，哎，指法不一样，动作都一样，咒语也一样哦。啊，其实哦。收金的方式很多，你若讲够赚金的一种就够了，一两种就够了。本门以金子收为主，米收为辅，好，那用金钻加币来修哈。若患者能到坛来，用金子来收；若患者本人无法来，则以衣物米盘收之。好，那你我靠，我炸工具金子也可以用纸收，但是那个降低的那个修啊，降低的那个修金啊哎呀，我是这样的你会咱有当时吼，这部有大将，我着这部记海无大无钱，记海了哈，无大无钱介绍一个吼，无大无钱去介绍一个，迄个啥物去台东佚佗，带民族带大了回来吼，一礼拜了回来，有钱有爱，嘛就吊咧，你有记啊？那即件事上了解，我来，啊，带来先怎样咧？伊叫来。其实你若去拄着人出来掠过的，或者是这个比较出来，或者人出来来袂灵达那种，你还没处理之前，用剑子先去给他处理，先吹上降低杀害的效率，这个对伊的头壳较压，健康的心情，先甲先小我甲压一下，好了后，哦，让伊心神稳定之后再来。但是你有一种哦。你去拄着啥？你要甲修理，甲你跑，跑来跑法师哦，听起来哦。但是你法师无惊，你若看到伊，你要甲伊跑，你先走，歹势啊，你着注意啊。伊要甲你跑，伊就咧跑，他不是
不是移转，不是他本人要打你，是那个人要打。